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，自己的业自己背。1992年的猴。哎呀，脑子出毛病了。哦，对。身上有一个灵性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整天在他身上，晚上就来。白天好一点，对，晚上他就大喊大叫，看见了吗？手还抠嘴，对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我给你看看是个什么灵性啊。好，猴啊，对，猴子啊，他做着动作像猴子一样的，经常抓头发，抓耳挠腮，啊，对，抠嘴巴，抠嘴，做怪象。对对对，你看看看，长得这么漂亮，谢谢。他还咬舌头，咬舌头了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根本不是他自己呀，是那个灵性啊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明白。你这个灵性要叫他把他请走的，不请走你女儿完了。好好好，明白了吗？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现在你们看到吗？有身体没有用的，没有灵魂的，灵魂被人家进去了，你这个人就完了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明白吗？咬呀，再咬呀，再咬呀。认识我吗？认识。那个。看看。看看这个菩萨在不在台长身上？看现在，在不在台长身上啊？眼神不太好。再看，台长头上有没有观世音菩萨？有黄色的光。看见了吗？黄色的光，你怕了吧？你要不要台长救你呀？好呀。你好好念经啊。嗯。念不念啊？念。啊。我每天念什么呀？不是那个，我要念多少遍？我的意思是。看见吗？我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，他现在魂魄回来了。那个猴子已经跑开了，啊！但你别开心啊！待会儿散了会回到家，猴子又上来了。你要给他小房子讲好多少张之后，你求他说不要经常来，他就不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有三件事儿，我想请教你。他还有三件事请教我。第一件事儿，是我以前我做过两件错事儿，这个嘛，那个我没法说，但是您肯定知道。我想问我要烧多少张小房子？我的妈呀，开悟了！你看着吧，你女儿现在你看到了吧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跟你说的。像这个东西给他一加持，把他身上的那个猴子一弄掉，他马上就正常。你知道，我知道你过去做错两件事情，你自己清楚。我也不想当了这么多人面给你讲你的面子，我讲给你听，是跟你的感情有问题关系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对呀。现在知道了吗？感情乱来会不会出事啊？对呀。出事是不是有罪孽啦？对呀。好了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你要念36张小房子，然后第二波要念56张小房子。36。加56。56。有人帮你记下来了。哦，好吗？那个，第二件事是什么呀？那个，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？他说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
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比较好？我听不见。我说我想做点小生意，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比较好？哎呦，完全正常现在。妈，灵性跑掉，马上就想做生意了。我的娘啊！哎呦，嗲得不得了了，猴子不见了，人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你想做点小生意，我告诉你好吗？好，你台长完全看得出你脑子里想做什么生意。你想做美容的生意，想卖点化妆品啊之类的。嗯，对。但是，现在这个不好做。我的娘呀，他跟我谈生意了。你要记住了，不好做，你有人会帮助你做得好的。明白了吗？ 好好念经，菩萨保佑你。好，你就跟人家说他的这个美容霜一定会很好的。那个时候人家不相信这个美容霜的时候呢，你一把把你妈妈拉出来，你看看姥姥，你看人家肯定不买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开智慧了？师父就点了他一下，我的娘哎！哎呀，他妈妈都傻眼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第三件呢？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妈关系不是很好。你跟你妈妈关系不是很好，你能不能念姐姐咒啊？姐姐咒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讲呀。知道。会念吗？正本事。不会念，慢慢教你，叫妈妈教你好吗？因为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你身上有业障，所以妈妈呢就不能接受你这个不好的气场，所以妈妈呢就对你不好。等到你把自己身上的业障念掉了，听得懂吗？妈妈就会喜欢你了。是我不喜欢妈妈。他说什么？啊？是他不喜欢我。啊，是你不喜欢妈妈。那么你记住了，台长告诉你好吧？因为你身上有灵性，所以你看谁都不喜欢。但是呢，我知道因为台长能够治你的病，所以你身上的猴子很喜欢台长。那他让他晚上去找你。他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你看这个人不得了啊。哎呀，台长能帮你治病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傻姑娘啊。嗯。有人说你像巩俐吗？像舒淇的多。像舒淇的多，他说，我的娘！好了，你要好好念经，好好学习，好吗？台长帮助你把你身上的那个猴子能够弄掉，然后呢，你就随便爱像什么棋了，像象棋我都不管了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？780张。好，放多少条鱼？又来了，看见吧？啊，放多少条鱼啊？嗯。4000条鱼。好。他已经很正常了。刚刚我叫那个灵性离开他，他一直很清楚。是。啊，平时没有这么清楚。没有。鼓掌。啊，你鼓掌是这么鼓的？平时他是见着什么就往嘴里塞。猴子们不就是这样吗？人家扔个什么东西哇嘴里塞，这个塞不就猴子吗？他那功课怎么念？功课你叫他念礼佛吧，礼佛最好能够念5遍。好。往生咒要念。好。啊，要念49遍。好。好吗？好，你要记住了，你不要让他乱出去啊！这孩子出去会吃亏的。关键是我管不住他。管不住他，你跟他以后说，
卢台长来了。他就怕您，因为前天他就听您的话，因为前天昨天都去开法会，上那个法会那儿，第一天开了呢，他就自己去结缘书去了，就自己在路上就念佛了，就念佛了。对，他就念那个大悲咒跟心经了。嗯，厉害吧？你以后管住他。好。你一个人不许乱出去，听得懂吗？不要跑出去乱来啊、乖一点呐、听台长的话。好。听不听台长的话？听。好啦。谢谢以后对妈妈好一点，妈妈为你付出很多。好。啊，就听台长话，看见吗？你们要记住了，好好听师父的话，不会吃亏的。我还想请您看看我们家佛台。佛台？嗯。佛台蛮好啊。谢谢。靠窗户。对。你们家的窗户很大。对。嗯。谢谢。我还看见他住的那个房子。嗯。他那个房间。嗯。嗯。他一个人住的嘛。对。嗯。这是他刚刚搬回家，有十几天，我念的两个月的姐姐咒。才把他念回来。对，才把他念回来。你以后不能再一个人出去乱跑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人出去住。不行，要台长爷爷同意你才能出去住，听得懂吗？好。哈哈，你个混的。感恩师父。哦哟，他感恩师父、我的娘哎！你看师父多苦啊，这种弟子也得受。那你。那我要是猴，你就是唐僧了。他说他要是猴，我就是唐僧了。他说，我的娘哎，你这个雾怎么开的？你这，哎呦我的娘哎，乖一点啊，听唐僧话啊，如唐僧啊，听得懂吗？乖一点啊，你要自己要懂得，不能让猴老在你身上的，明白吗？要把它去除，然后呢，把人家送走，敲锣打鼓把它送走。那师傅，你也给我伸加持呀。我弘法到现在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。你让我华喜充满的，华喜充满。好啦，傻姑娘啊，自己要好好做人，好好学佛，听得懂吗？一定要帮妈妈一起念经，对妈妈好一点啊、妈妈以后会对你很好的，因为妈妈以后啊，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她会很爱你的。明白吗？你现在恨他，妈妈会很难过。你知道妈妈把你生出来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呀？现在知道了吗？谁给你做饭呢？现在还有谁爱你呀？不就妈妈吗？你把最喜欢最爱你的人你恨他，那人家不爱你了，那你说谁来爱你呀？所以你要唱歌了，谁来爱我，对不对呀？好了。好，谢谢师父。我祝师父先寿绵长，法体康健。谢谢。谢谢师父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，我们说啊，这个佛法真实不虚啊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懂事情，明白吗？